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伟仪 Tony Wong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前斯功法的斜擒列法。斜擒列法咧系对我哋大腿嘅肌肉咧系会增强啊，对我哋平时平衡啊，我哋年纪大咗啊，行路啊，可能有时平衡冇咁好嘅朋友咧系好有帮助嘅。同埋咧啊，个列法咧系将我哋嘅心口一开一合，可以将我哋活动呢度个肺部同个心脏嗰度嗰啲肌肉嘅，系朋友年纪大咗呢个动作咧，系对你哋嘅身体很好好嘅。嗱，斜擒列法咧嗰个动作咧，开头咧又系马步阔少少，系斜向下沉落去，有一个好似擒拿嘅方法。就不是用一手，是用一脚，所以我们会增强一开一合，增强那个肌肉的运动那个能量的。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实，除了一左一右转换中心之外呢，我哋要转条腰少少，嗱，我哋做完一边之后咧，转另外嗰边，将啲能力带到手指尖，松翻佢。一松一紧，配合呢个阴阳嘅道理，我哋系沉落我哋嘅胯嗰度，唔系用只手嘅力，系用全身嘅力沉落去。最紧要嘅膝头哥要对住脚尖，做完呢个斜擒之后咧，我哋做个列法。一合一开一个列劲，转腰一松一紧，我们慢慢感觉腰部的运动，带啲气出来去到个手指尖，松紧，转换中心，将啲气带翻翻去我哋嘅丹田，我而家叫我徒弟 Tony 出嚟示范一下，琴开翻。这个是可以做擒拿的，也可以增强我们大腿的肌肉。一开一合，将力带到出面，两边都要做，左边推去右边，跟住松翻佢，又由右边推翻去左边，而家就系做太极嗰个列劲八法之中，将啲力分开，由个胸由入边
傳到出去出邊，去到手指尖，前手去到食指，後手去到尾指。今天我們的動作又完畢了，我們下一次將會講解平心開合。平心開合呢，就是拳在心口打平的，將胸一開一合折疊心、朋友如果 身體有時候肌肉很僵硬，氣落不到下面，去不到丹田，經常覺得氣束住在這裡的朋友呢，這個動作最重要收看了。